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款发面千层饼。先在盆中加入400克面粉、4克酵母粉，搅拌均匀。加入约260毫升温水，搅拌成絮状。这个面含水量比较多，搅匀以后，我们先在表面撒一层干面粉，然后下手揉面。饼就制作完成了。看一下这个千层饼，里面的层次非常丰富，而且层层分明，口感外酥里软，凉了也不发硬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